关于何导回到真实年龄。哎，何导，我都走了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这不剪片子呢吗？这过年呢还剪呀？前边是剪的第一季，现在我们第二季刚刚拍完嘛，然后要把第二季抓紧时间把剪出来。过年有6-7天时间，我估计我也能够干出个10多集嘛，最起码。工作年龄的何导好帅。那你们晚上不吃饭呢？我吃啊，下边小店都关门了。过年了，当然关门了。没吃的，我们就吃方便面。对吃方便面来说，我是非常有心得体会的。我能吃出那种很美味的感觉，我就觉得挺好吃。我信你个鬼！你没有别的追求？因为去年这个时候连方便面都没有。这个馒头那个5.9一个，嗯，5.9一个。对呀，就河道。过来哈！怎么还洗了呢？真的好惨！电话的声音呢？泡面自由真香。